喜欢的女生有没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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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喜欢的人，朴。有。谁呀？谁呀？谁？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呢？哎，谁？机会你？是我哪院的呀？怎么藏你？说好了一个问题，赶紧玩下雨了啊！我不信我这么倒霉。来，行，逮不到，嗯，下次再。让让，我结束啦，来接你女朋友啦。我出去一下啊。他出去拿外卖吗？你见过提前穿好鞋、准备好衣服、卡点出去拿外卖的吗？部长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嗯，注意安全，待会儿再去你说一声。拜拜，拜拜。拜拜，我送你回去。哦，不用，我男朋友马上就来接我了。哦，现在这么晚了，我等你男朋友到了再走吧。哦，好。你男朋友是帮你达到的那个？嗯。还记得开学的时候，你问我机电学院的宿舍在哪儿，想必问的就是他吧。看得出来，你很喜欢他。他是我第一眼就喜欢上的人，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。听到你对他评价这么高，我突然觉得没什么好遗憾的了。苏仔仔，让让，去吧，我要走了，拜拜。部长，拜拜。拜拜。你们刚才在聊什么？聊我男朋友啊。我跟我们部长说，我男朋友是世界上最好的人，我最最最喜欢他了。怎么样，开心了吗？让让，你又不说话。你看你这么闷，我让你在心里住了这么多年了，我可真是最大方的房东。我喜欢看夕阳下红的云彩，我喜欢看月亮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喜欢看月光的倒影在大海，我喜欢含着糖叫房子。说喜欢你能不能听清，还喜欢你心动的声音。那你可是欠了我很多房租的。那以后怎么办？那我可是要收利息的。我心里都是你，脑海里全是你。哎，张叔叔，我在节目的形式上有点纠结，我想问问你的意见，可以占用一点时间吗？对，你们俩讨论一下，等把节目确定下来跟我说一下，好吧？好。好。辛苦了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我，你看一下啊，这几个里面，然后如果说是这个舞蹈的话呢，他要求的功底比较高，然后你觉得诗歌朗诵怎么样？宣传部提上去的节目是诗歌朗诵。嗯，那不行哦。哎，那合唱呢？合唱的难度系数低，可能性又高，要不就合唱吧。可以。我看一下啊，那要是合唱的话，应该选哪首歌呢？是选串烧还是选什么？